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带你去看非洲。那看见这两个小家伙没有？在这里安安静静的玩了好一会了啊。我刚刚去看了一下，他们玩的过家家还是有点意思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两个小家伙现在出镜就比较自然了啊。Rose， 叔叔阿姨好。Jeffrey， here， 看一下啊。在这里摆石头搞半天，我以为在干嘛，用了两个盖子放了一点，你看这个叶子，然后堆了几个石头，放了一点柴在这里啊，做饭。这两个小家伙你看也过来看啊，不过 Jeffrey 做的就差一点了啊，就堆了一堆石头。咦，现在就比较自然一点的啊，对着镜头。现在这两个小家伙又活跃了一点了，在这里开始跑了，把那个足球拿出来给他们玩一下。我叫他们把这个足球拿出来踢一会儿，他们对这个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。反正也没什么玩的，这两个小家伙让他们跑一跑动一动。啊，这几天的网络又断了，今天总统府的人又过来帮忙维修，检查了那个设备没问题，又跑到边上那个小镇看一下这个线路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啊，免费使用了一年多了啊，售后服务还是比较好的啊，还是不错的啊。啊，今天的话也是看到他们在这里玩，啊，突然发现，哎，还是有点创意的啊。啊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Rose， 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再见。